Basically a big meeting with many danc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e're waiting in 2008, we're waiting for 10,000 people in Paris, the final. We do a pre-selec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basically many good dancers are there. Ellen, you have to come, man, you have to come!那时候来佛山，然后我放忙那个学长卖那个舞场的票，就是放学以后12点以后1点，然后去舞厅跳，跳到5点回家这样，整个5天就只会这一招，就剪刀脚，然后就这一招，从这一招开始会跳舞。那时候。 最流行就是芭比布朗、MC 他们、张力基、杜德伟，杜德伟那个什么，整个舞厅都会，然后一整晚就是一首歌，然后一直放，然后 DJ 说要不要再来个10次？耶！大概93年之后，去参加一个模仿比赛，拿到第一名，之后就被唱片公司签约。各位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Party。 House 的话是从2001去纽约找他去跳，在他家住了2个月，取经回来了。他那时候很讶异说：“台湾怎么没有人教？”然后刚好遇到9.11恐怖攻击，大厦被炸掉，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跳 House。 What is the house dance? House dance is known for underground dance. That's why they call it house dance. House dance is combining like tap or jazz or capoeira. House is very mixed with many things. 我就问他，因为 house 里面很多 capoeira 动作，后来就问他说，那 capoeira 起源是怎么样？他是跟我说，就巴西，有森巴舞啊 ，capoeira， 马古内，非洲舞。 一脉流传到纽约的，那我就 OK 好，开始背普语吧。2004年就直接去巴西东北部的那个萨巴多嘉年华会，有好几个圈圈是 Capoeira， 然后我就被推到圈圈里，然后看到一个大概50几岁的老阿伯，很像猩猩，吓死我，一直要跟我单挑，你知道很前面。 翻来翻去，太厉害了。
就没有输啊，没有说所谓的真的必须要怎么样。我不喜欢念书，但是后悔，但是我找我自己要的课本，但是我找到这本书就买不到，所以一直钻研它这样。因为 house 我慢慢去比较懂得尊重别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很幸福，因为我们的以前的时代呢，你要学跳舞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第一个没有人教，第二个没有资讯，所以我们的资讯全部来自于录影带，我们的老师都来自于自己，因为都是看录影带，都来自于录影带，看一看开始学，每天对着电视机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哦，原来这舞步是这样子。可是说实在，也没有人知道那个舞步到底叫什么名字。那现在台湾的 house 比较晚起步，但是我觉得其实慢慢的还是有机会。把他的脚没踢掉。阿伦其实算是我的前辈，他真的是已经算街舞里面的发起人了。当然还有更资深的啦，可是现在更资深的都已经不再跳舞了。但算比较老的，15年以上的大概就是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这样子，硕果仅存的啦。我周遭的朋友给我的看法是，觉得阿伦怎么那么老还在跳？那对啊。认识，因为他是我们学长学姐，超强，我偶像。他们就想要找各校跳的还不错的，就聚一下。
起来弄一支特别一点的胶卷，然后就开始这样子听下去。在干嘛？谁可以帮忙报名？今天好像多一天。没关系啊，捷运站好像是捷运站。不管怎样，阿俊不能报名队。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我最后是。啊！你们两个，你是不买，你是捷运飞。是的，目标是跳得开心，跳得愉快就好了。其实得名在其次啦，我们把它当打工。13万除以8，一人16000。等那些是在补习班打工打200个小时，你知道吗？200个小时，我们这边跳一跳200个小时，多快乐啊！是你说要报，大家都说要报名，我们从去年就约好了，只剩下三首歌了。好久好久的故事。小孩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好，暑假考完的时候就要寄出来比赛，然后会有新的牌额，所以就把那个当作高三念书的动力。所以就是有时候不小心想起牌额，然后心跳就越来越快，然后午睡又睡不着。在高三的时候还是以课业方面为主，那大家都是拼命想要考到很好的学校，回去因为跳舞而荒废掉。我先负责编舞、弄音乐、弄灯光、弄音响、买衣服之外全部都是他。买衣服之外全部都是我，所以我也不用说就是买衣服啊。你现在多少钱？200块。你是来想要跟人家借钱的对？然后今天应该只买个半成品而已，然后大家试穿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买哪一件。就带那么多钱干嘛呢？吃掉而已。讨论就对了。对啊，只是在讨论，参与讨论而已。他常常用自己的钱去买那些道具、服装。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大概8点多钟，他还没有吃晚餐，然后回到家他不敢讲。后来我才知道，他把钱花光了，一毛钱不剩，没有晚餐钱。我一直看到他们自己学着编舞，甚至他还要去找赞助。类似开一家公司一样，从这当中学习很多。这个是最早跳 popping， 全台湾第一个跳 popping， 木哥，阿木。没有，我们是从戒严时期就开始跳的。戒严时期就开始跳。戒严时期都跳舞，到是会被警察抓去派出所铐手铐，是被社会公认成是一个不良分子。那时候我们练舞完全在一个百货公司的走廊，没有呼吸护肘。电池对我们来讲是奢侈品，可是，在戒严时期，我们的街舞不输日本，不输国外。以前那些人，现在各行各业，有些是公司的老板，他们现在已经接触了。哎，很庆幸啦，阿伦他们的传承下去。判决，审判。好，我觉得第五组台北的 B Boy 做动作还蛮确实的，算是我看到里面觉得最不错的。然后我要稍微广告一下我自己办的一个活动，我从欧洲把这个 Chest Who 世界街舞大赛主办人请来台湾，然后来开两堂课，还有世界 Hip Hop。跟 House 双料冠军的 Beach 请来台湾，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这个活动，谢谢。谢谢。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这五位评审，一早就来。我从2004年我就
住加斯特布这个比赛，它就像是一个舞蹈的奥运，请外国舞池的蜜雪来台湾，好让他们看看说，哎、欸，我们台湾的 dancer 也会这样子跳舞，也可以 battle， 也有 hip hop 跟 house 这样。我希望华人街舞真的可以冲出来，让世界认同。临时给我取消，等一下晚点要去唱片公司，我就要钱。赞助现在还没有下落，等一下自己贴钱办这个活动。太吵了！老师，这不适合女生跳，太适合，不适合。我从来没打，也没骂他们，跟他们是家暴而已，或是一些问题家庭。那我自己本身家庭也有很多问题，看到他们，我看到一些同理心吧。这些小朋友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关心，然后需要给他们适当的管道让自己发泄。他以前是不讲话的，现在开始会讲话了。换了一个人了，那个性不一样，很好。好，训练的比较怎么样？jump jump here you go jump jump we can make a million that man make it then we gonna make it criss cross make it jump jump 是在这边跳舞的还是在这边唱的？你不要唱，要跳。裤子放下来，老板，裤子放下来。喂，你可以下来吗？这个会掉下来。那不是你该玩的东西。好了，可以开始了。下来，对，你又拿下来。好，来吧。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拿这个去控方面。老师成功率巨大。我是老师。我们再来一次。One, two, three. We can make it, make you. Go.Daddy, make Daddy go to make you. Jump, jump. 太多 jump 了。Jump, jump, jump, jump. 今天来到这里，一直在那个飞机上，心情一个一个飞机上，一个飞机上。Please cross make you. 男生活动暴动。啊，这是他小的时候。阿伦国小照出来的照片啊，都很有笑容。但是在国中的时候，他就缺少笑容。因为国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工作都很忙，陪同小孩子的时间很少。有一次七八个人打他嘛，我们才知道说他会被打。我那时候看到说，哎，小孩子家里鞋柜怎么有一把刀？这事太严重，这个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命，他才要用刀来做防范。然后他跟我商量，说妈，你一定要让我去台中读书，要不然是没完没了。他去台中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讲说去做什么。他来台北比赛的时候，才知道他去学这个街舞。但是呢，他从高中的时候哈，他就没有跟我拿过钱，然后靠他自己比赛赚的钱，时间跟体力哈都用在这个舞蹈上。他也不抽烟啊，他也不喝酒啊，他唯一的兴趣就舞蹈啊。跳街舞的时候，那其实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如果当时我没有接触到街舞，哇，你可能没办法拍我纪录片的，我可能要在牢里，可能出不来，我觉得。就是
男生跟女生会完全分开，然后男生就是我边，女生就是秀敏边。他很辛苦啦，啊，今天就是我定他定得很凶，因为他我都不出来，我们怎么继续下去呢？对不对？我要去练舞的时候，他都会一直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要跳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跳舞就是自己充实自己的一种方式。我现在这个人是怎么架构起来的？我觉得是跳舞给我。下一半天进度压力。没有经历过一些比赛或者表演经验，那可能会造就说现在比较有自信的我。因为我现在知道，我至少有个东西是我可以引以为傲的。五六七八九十，五六七八。编舞的人是，是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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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现在陈金龙，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很相近，他是走跳舞，那时候我们是玩音乐，他比我幸运，他可以去学，当做一种。像课外活动一样，我们那个时代，我个人是蛮羡慕他的，还蛮累。觉得开场怎么动？是。讲的想法，就因为如果跳到后来很累的话，就是会脑中一片空白，然后就反射动作就跳自己跳的方法，这样就跟我们有雕没有雕是一样，所以就是怎么跳再累的话，就是脑中一定要有想法。外国老师。
在台湾。有点忐忑，